我听店长说，咱连续来两年了，是吧？两年。然后去年也是住的这店儿。对。啊、嗯，您是从哪里来的，叔叔？呃，哈尔滨。哈尔滨呢？嗯。啊，那哈尔滨来到这个客人确实也挺多。哦、因为冬天那边是挺冷的。挺冷。<laughs> 来连续两年选择在这儿，那肯定是有值得让您留在这儿的一个原因是吧？对。啊。你 <laughs> 这个。 哪些方面让您觉得值得选择在这儿？为什么我要连续两年在这个地方？嗯，没在别的单位呢。嗯，我选择他的的理由就是：第一，他这个服务挺周到；服务周到啊。嗯、再一个就是，他这个经营的理念，嗯，很好，嗯、就是为为一些老人们服务。 嗯，呃，处处为老人着想。嗯，呃，你比如说去年哈，嗯，我们有那个同志是天津来的，嗯，我们也挺好。完了，然后他也有病了，那我们这就夜间呢，都都能往医院去给送陪送。嗯，完了安排住院，嗯、呃，就都很周到。嗯，可以这样说，如同在家。嗯，就是。 照顾的贴心到位，嗯、哎，到位，嗯，顾客有病，能够服务周到，到第一线亲自把病人送到三零幺，然后回来，嗯，哎、呃，都很晚，不是辛苦，他这一点做的挺有。再一个，呃，饭菜，嗯，质量很好，质量很好，嗯嗯，嗯我原来吧没在他这儿。 在别的地方住，在,在别的地方住不行，<laughs> 那就差一个档次，价钱都一样，差一个档次。嗯。另外呢，就是他这嘎达呢，人家水果按时发，这个菜样呢能够经常调节。嗯，调剂着做。调剂着做。嗯。嗯，满足大家的要求。嗯。是不是？那、呃、咱们呃到这儿来呢，一个是呢。 养老嘛，一个是度过晚年，嗯，对；再一个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精神支柱很好。因为第一，地方呢能够热情接待，嗯，周到的服务，嗯嗯，嗯呃，能够使使我们这养老人在这个地方安心些，如同在家。嗯，对，就真正的说、哎、有那种归属感。 然后在家里边的那种感觉。对呀、啊，嗯，我就有打算我不走了，啊、嗯，我今年也不回去了，就在这常住了，常住了。啊，那这说明这个地方真正的让您觉得合适。合适啊、嗯呃，太合适了。嗯、<laughs> 那个这对比嘛，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。嗯，这个比较之下呢，三店可以这么说，他们四个店，三店比他们那那几个店都好。 嗯，我都去了。就是您考察了解了完了之后，从体验考察的这种呃角度上来说，三店您觉得是最不错，最适合你，能够呃接近我的要求。嗯嗯，呃，达到我的满意了，所以说我也在这儿长住了，长驻了。再一个就是领导呢能够礼贤下士，嗯，深入基层，嗯，能够跟我们谈心，嗯，打成一片。 就是真正的了解大家的情况，对啊，嗯、这样的话吧，我们这个这个住的这里呢，有什么心里话都能跟这个店长谈，嗯，能够把我们的要求能够真正落到实处，嗯，哎<唉>，就是他的工作人员呢，做工作上就是能够真正的上通下达，<唉><吧>对，对，嗯，呃，都这个。 服务都很周到，再一个就是安排的比较细。嗯，你比如说做操，这个这早晨操做操，晚上做操，嗯，都都很认真负责。嗯，另外呢，你像行动不便的吧，拉我们到广场，嗯，搁车送了去到海边玩嗯，完了再给拉回来，一周都安排好几次啊，嗯、这个就不容易了。 嗯，可以这么说，这就够意思了。对这个组织活动啊，<唉>生活照料啊，<唉>这个问题解决呀、啊，<唉>就是整体上来讲说还是很满意。你比如说，呃，让我给我们开展的项目很多，嗯，呃，业余时间很好安排的，呃，你像那边有麻将室，还有乒乓球室。 还有台球室，嗯，我们去年呢，我们这个店，呃，女队乒乓球是四个店的冠军啊，冠军呐、啊，哎，男队是亚军。哎呀，哎，我给他当教练了，嗯，<laughs> 所以说我们的店领导很重视，嗯，还开展文体活动，啊、嗯，另外呢，呃，你像啊，诗歌朗诵，嗯，呃，音乐会。 嗯，哎，我们朗诵会，嗯，哎，开展的项目挺多，还有学学国际象棋啊，啊，还有这个手机课，啊，还有朗诵课，还有义务讲座啊，哦，请那个中医大夫给我们讲课，嗯，就是使我们在这嘎、啊、的老人呢，老有所做。 嗯，老有所学，哎，老有所学，嗯，能够真正的呢，在这嘎达愉快的度过晚年，嗯，不管你住多长时间吧，你住到一冬的这一天冬天也好，能够让你在这嘎达能够愉快，嗯，另外呢，有的同志有毛病了，那领导深入第一线，嗯，嗯，派车往三零幺送，嗯。 三零幺离这四分钟就到，嗯，对，很近，还近，完了看，对，所以说，我为什么又又在这儿呢？就是感觉这嘎达适合我的要求，适合我养老的需要。嗯嗯，对啊，呃，所以我今这个今年临走的时候，给我姑娘他们打电话了，我说我和你妈不回去了，<laughs> 回家吧，嗯，也麻烦。 也没人做饭。嗯，我们这一天你看，呃，早晨那个四个小菜菜，你看今天早上就大果子、馒头，你做的花样翻新。嗯，炸的油条就很丰富。这很丰富。中午这个八个菜，那晚上又是六个菜，做的都很好。有病了吧，就给你上个厨房告一声，就给你卧鸡蛋、前面条，就是照顾的很好。另外。 这个领导，你没看亲自往楼上送？嗯，对。真正能够到这如同到家。嗯，对。让大让大家在这儿住的安心<以>、嗯、放心。嗯。然后让子女们省心，对、嗯，是吧？对。嗯。所以说，在这儿呢，呃，我就不走了，<laughs> 我要常住着。嗯。回家吧，没这个条件。嗯。也达不到人这个标准。 您今年多大岁数是是，叔叔？你看呢，有七十多七七八十这样。哎，我现在就是实话告诉你，八十五了。八十五了。卖八十五了。我是三八年生。啊 <laughs>、哦，那您年轻的时候是做什么工作呢？我是教师。啊、哦，老师啊。啊，那怪不得听您讲话聊天啊，这个就是。 说谈吐方面是吧？用词啊都是挺到位、<laughs> <是>挺讲究。<laughs> 所以这个，呃，原来是毕业以后呢，我是服从分配。嗯，我是在哈尔滨体学院。嗯，呃，本科毕业啊。然后服从分配那一年，我们是七三年嘛，一九六三年毕业啊，六十年代大学生。 那您那个，用现在的话讲，以前的老牌本科生毕业生，那个是有真含金量的。含金量，我们那是服从分配到边疆去的。嗯，周总理有个报告，大学生资援边疆啊，我们就我就带头去了。啊，那您工作的地方是一直在、呃、嫩江县第一中学啊，在嫩江啊。 <laughs> 黑龙江省嫩江县啊，第一中学、啊。那这个退休，这算是有我后来呢，就把我呢又成立高中，我又到高中当领导和老师。呃，后来我又被调到县里体委啊，当领导。完了，这个退休也在县体委。嗯，哎，退下来以后呢，就是在家养老还是不行。 嗯，所以就选择这个地方。嗯，那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到外边来过冬的？呃，二零一六年，呃，到到海南来的。二零一六啊，从一六年的。一六年出来的，但是没住的这个。那时候我们五指山有房子啊，嗯、在那儿自己住的年。完了，从二零一九年，嗯，呃，二零年。 完了，这就是开始住这个，对，管吃住的这个公寓，对，啊，那您去年算是找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呃，前年呢是啊，住在其他地方，知道吗？啊，了解，呃，待一年，嗯，完了，嗯，完了就上这儿来了，嗯，去年在这待一年，完，今年我又来了，嗯，感觉着这个地方一对比吧，嗯。 比那个各个方面都差，安排的也很好，很到位，嗯，服务很周到，嗯，那说明这个地方的这个条件呀、服务啊各方面是满足您的这个基本需要需求。最大的就是孩子们都满意了，嗯，因为在家净对付我、啊，嗯，也很瘦。 嗯嗯，嗯这个有的时候愿意做了就做，不愿意做就对付。嗯嗯，嗯那就不行。但到这以后吃的都按时啊，人家、嗯、营养调配都很好。对，嗯、安排的都很顺利，所以饮食这方面就很好。嗯，所以我们到这以后，一个礼拜就有变化了。什么变化呢？我们的胖了。 嗯，孩子们打电话高兴了。嗯，高兴了。一看老爸爸吃的满面红光，哈哈，哈。哈妈妈也胖了。嗯，这是孩子高兴了。对对，对我们说那我们说我们不回去了，待那吧。那行，待那吧，那我放心。嗯，就是对。我们到这以后，呃，我们做我们个人来讲，满意，家里放心，亲属放心。对对，对哎，都感觉到很好，所以说。 就不回去，得住。<laughs> 对，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，呃，这点儿呢也，有时候会觉得挺难，嗯，呃，但是找到了又觉得这真的说是有所依靠，那感觉都这个地方就就行了，是吧？是自己的、啊、呃，适合的地方。我,我讲话了，要求也不是那么高，咱们。嗯 呃，所以在这就很好。<laughs> 嗯，那在这消费方面的话，您觉得这个价位上来讲，这这个怎么样，叔叔？我住这以后啊，我可以有一种感受，感受他这个主管领导应该考虑。嗯，现在呢，各个省、各个市，嗯，都在要办大食堂，嗯，对不对？农村的供销社要抓，嗯。 这个这都是大方向，嗯，所以说老人来的就要少了，嗯，这样的话你在价位上，你再这么高，<laughs> 嗯、我认为，嗯，得要调整，要调整一下，不然的话你竞争不起，哈哈，对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人，你你你来什么？嗯、就说你主观领导应该考虑到价位问题，嗯，应该再稍稍稍降一下，稍稍降一点。稍稍 不能这么高的价。啊、您现在跟阿姨住那一个月能够说划算到多少钱？嗯、我们 80,、嗯、三千四百八。三千四百八啊，那这个房的话是朝这边稍微优惠一些是吧？没没有啥优惠，这就正常。它就是那边那边贵啊，朝那边的房间要贵一点，<对>就是朝这边的房间要所以说我因为就睡觉嘛，我啊。 我也没讲了，我说我不要贵的，我要尖的，你就这。那您觉得睡这儿这个房间啊，外边说这个晚上睡觉能够影响到您吗？没，没什么影响。没影响我是<吧>我觉得我睡的，我们俩我睡都挺，他们有的反应有影响 <laughs> 啊。对，那不同的人他不一样是吧？<对>嗯。<laughs> 我的工资住这是没有问题。嗯。我们俩的工资都都,都五六千块，也 <laughs> 没没问题。<laughs> 嗯。 呃，你除了吃饭啥？你还水果啥都有，你看看，你你,你吃一个吧。<laughs> 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，叔叔，没事啊。这个水果改改天吃都行啊、嗯。完了，这儿水果什么都有，嗯、所以说就不需要什么。就咱说物质跟精神方面是吧？两大块能够满足了，那就没其他的说的了，是吧？对，<laughs> 挺好。行，叔叔，谢谢您的分享。